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课注713页，倒数第四行，我们从头念起。佛无著作加持，这一句是经文，念老注解里头讲，业非也，定言无有舍者也。啊，这句话不是说极乐世界一定没有居住的宫殿舍者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如前面受用居住评述所居这是禁忌严厉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这就说明极乐世界有啊，有居住的宫殿楼阁啊，极尽庄严美丽。注意极尽两个字啊，他们的宫殿楼阁居住的方式，十方世界里头最庄严、最华丽。为什么？我们想到这些居住的一些物质环境是属于满意，我们在六道里面啊，的人生到人道来投胎，这是引业，引导你到这个地方来啊。人造的业是有两种啊，第二种是满业，圆满的满，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切的受用啊，贫富贵贱，这个是满业啊，到人道来，营业大家相同，都到人道来了，到人道来了，生活受用不一样，咸鱼不消也不一样啊，这就是满业。满业就是你所修集的善福啊。过去生中如果要缺少这个，那么这一生生活就很清苦
啊，居住的处所也不好，啊，满意。啊，你会感觉到烦恼，感觉到苦，啊，在受苦。如果你能够像极乐世界人这样的心情，不执着，啊，稍稍有一点就很满足了，那就很快乐。可见的这个苦乐与满意也不是很重要，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看破啊？佛能叫人离苦得乐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智慧啊！怎么能令一切众生得乐呢？与一切法不执着，看破了，放下了啊，心上没有，事上有，心上没有，心快乐啊，事没障碍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这是佛的高度智慧啊。譬如经上给我们讲的，世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有一个时期做忍辱仙人，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，那是多么痛苦的一桩事情啊！可是忍辱仙人是什么心态呢？快乐，没有把这个苦啊当做一桩事情啊，身体不舒服，你要割，随你割。啊，割礼王一面割一面问他：“你还能忍吗？”啊，他说他修忍辱仙人，好，我看看你能不能忍。割到最后，问的说：“能忍，没有后悔，没有怨恨，这个难的。没有后悔是不后悔他修忍辱波罗蜜，没有怨恨是你来杀我，等于是你来考验我，我不怨恨你。这两个字是两个意思。啊，与这一切境界不放在心上，皮肉受苦，他心里没有苦啊，他心里都是乐。啊，什么时候乐呢？这是一个大考，通过了。啊，通过这个大考就知道，马上要提升了，真的提升了。啊，世尊在千佛排名里面是第五，啊，第四是弥勒菩萨，所以弥勒菩萨应该成佛在他之前，现在果德现前了，他提前成佛，啊，弥勒菩萨在后面，变成弥勒菩萨是他的后部佛。啊，所以忍辱仙人告诉割礼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的报恩呢、啊。那别人的是怨，这个怨恨多深啊，这个怨恨放在心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那就苦不堪言，一个念头一转，菩萨成佛了啊，忍辱波罗蜜最后的考试
格离王的执行，叫满业。啊，真正修行人修什么？就是顺境逆境。顺境里头没有贪念，没有情执上升，逆境里头没有怨恨，有感恩，这都马上提升。啊，小恩小怨，心里头念念不舍，完了。修行人多，成就的人少啊。为什么？重重淘汰，淘汰就在眼前。什么时候来考你啊？时时刻刻分秒都没有舍弃，就是境界来考你，考验你啊。顺境你还生不生贪念？逆境你还起不起怨恨？一动这个念头就堕落了，往下降，不是向上提升的。啊，早晨起来吃饭穿衣吃饭都是考试啊。啊，工作应酬待人接物，啊，不外乎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。缘是讲人事环境，啊，人事环境，你有喜欢的，你有讨厌的，你什么时候能做到冤亲平等？啊，看到一切众生都生欢喜，啊，回报你的众生，羞辱你的众生，障碍你的众生，陷害你的众生，平等心对待。为什么平等呢？因为所有一切相全是等于零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常常记住这一句话了，这一句话能帮助我们提升的，啊，能让我们看到一切法的真相啊！真相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是他迷了自信，自信本来不迷，永远不迷。迷失自信是一个方便语，自信哪里会变迷了？迷了怎么能叫真信呢？啊，我们套慧能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迷悟啊！”他没有迷悟，这真的，一点不假了。啊，迷是什么？迷在阿赖耶里头。啊，一念不觉而又无明，这才是真正的原因。啊，那么阿赖耶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。啊，无始无明，阿赖耶就是无始无明。为什么佛用个无始？无始两个字用的妙极了。啊，如果有实就有宗，有实有宗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无实是根本没有开始，没有开始哪有生灭？啊，所以就没有灭。啊，无实无宗，无生无灭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这是宇宙的奥秘。我们初学佛，还有很多学佛的同学，对无始无明都解错了。我们早年也是解错了，大概是太久太久了，说不清楚了，叫个无始吧。
这就把无实两个字的意思搞错了。无实很简单，就是表面的意思，根本没有开始。啊，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一点概念了，知道真的时候没有开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的生命频率太高了，速度太快了。啊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32亿乘八千，八千是10万。100个钱，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，它已经生灭320兆次了，就在眼前。什么呢？所有一切的万法，啊，今天科学所说的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都是在这个频率里头出现，要生命啊！一弹指，320兆个生命，我们觉察不到啊，六根接受不到，在眼前没看见，在眼前没听见。啊，鼻没闻到，舌没尝到，身体没有接触到，心里没想到，六根通通接触不到，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贴近的是我们的身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每一个念是一个生命，每一个念是一次现象，这一次现象完了之后，哎，他接着第二个就来了，第二个不是第一个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如果第二个是第一个，那我们所看到的是相续相，啊，我们眼前看的好像是相续啊。那怎么不是相续？念念都看到这个人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是看局面小，如果放大到整个地球，哎，这一念确实不一样，要放大到整个宇宙更不一样，那这差别就大了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佛经上讲的相似相续相啊，我常常用电影，我们老式的电影是幻灯片的动画了啊，这个大家很清楚啊，拍摄的时候它的频率是24分之1秒啊，张张不一样，它不是真的相续，它是相似相续相。啊，我们眼前就仿佛像这个荧幕上呈现的画面一样，我们没有看到底片，看到底片那就是诸法实相，所以是平等的。怎么平等？等于零啊。啊，一切法统统等于零，你怎么可以放在心上？放在心上坏了，那叫什么业？啊，见到这个色，眼看到色，色，啊，放在看到色，看到这个色的时候是色，放在心上叫业。啊，佛教里面的佛菩萨高明在哪里呢？他看到色相很清楚，他不放在心上。
他有办法不造业。啊，跟这些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相处，他不放在心上，这个厉害呀！啊，为什么不放在心上？知道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放在心上，我们的心就被染污了。啊，真心你放也放不进去，你放在这个心上的时候，好像我记忆当中我能想起来，那是妄心。真心没有记忆。啊，真心就像现在电脑一样，你这一碰它，它全现前，那个才真厉害啊，真的妄就通通现前，这个才厉害。啊，不需要学习，而且真的通了。跟一切诸佛菩萨通了，因为同一个自信啊，好像电脑一样，同一个记忆体。你只要把它一打开的时候，把所有诸佛如来的信息你全部得到了啊，他们读的那个经，修的那些行，全变成自己的功夫啊，其如常寂光。所有诸佛如来都变成光，我们自己也都变成光，光跟光融合在一起，啊，像我们房间十几盏灯，统统打开，光光互照，融合在一起，啊，真的究竟圆满是这个境界，这叫大圆满，这叫大自在，啊，这叫回归自性。啊，这里头有什么不知道的？这就是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”为什么融成一体了？啊，其作用妙不可言。啊，十方众生与你有缘的。啊，他有感。你就有应，你跟他去感应道交啊！你结的缘越多，将来你成佛度的众生越多。佛不度无缘之人，无缘不起感应道交作用，有缘起感应道交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通通起感应道交啊！到你成就了。善缘你度他，恶缘也度他，你没有分别之处啊！正是所谓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个时候统统现前了啊！所以关键我们晓得了，就是不放在心上。四善呢？四善要认真断恶修善，啊，为什么？做给别人看的，这就是你的真诚慈悲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我尽量去影响他，影响多少效果不问，也不放在心上。我只知道这样做，给他看，啊，看一遍没懂，看十遍没懂，看一百遍，看一千遍，看一万遍，看久了，慢慢他就懂得了，他就在受用。啊，所以我们是只抱着，只问根源，不问收获，要抱着这个心态。我做好样子给他看啊，久而久之他自然会看懂，所以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是
今现在说法，今现在说法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我们慢慢去体会。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就是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今现在说法。啊，口没有说，做出榜样来，那也是说。啊，念念不忘众生苦，念念不忘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，这也是说法，三业都说法了，三业是身口意也。诸佛菩萨无论是不是现，在不在此时此地，他的意念圆满包括了遍法界虚空界，一个众生都不漏啊！为什么？他是法性变现的，法性涵盖全体，不是部分啊。所以中国人讲伦理，懂得伦理，佛法在伦理上达到究竟圆满啊，那是什么？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真真是一体，一体哪有不爱护的道理？什么心爱护？真心啊，真心总结就是一个爱。啊，这个爱里面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这个爱是自信的第一德，啊，是心德。如果有起心动念，这就不是第二德了，啊，不是第一德了，第二。那第二什么呢？菩萨的爱。尤其心动念。啊，菩萨的爱没有分别之处。菩萨了。啊，阿罗汉辟支佛这二乘跟全教菩萨啊，全教菩萨是别教的三乘啊，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，这别教三乘啊，因为他们没见性他们的爱呀，又次一等。啊，还是从真心出来的。啊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见思烦恼统统断了，五种见惑。五种私惑，私惑是贪嗔痴慢疑，也断了。这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。啊，如果这个爱里头有五种见惑，有五种私惑，这是凡夫。
我们讲世间人六道凡夫的爱，啊，佛经上称为众生缘的爱。啊，六道里面的三恶道，有没有爱？有，饿鬼畜生都有爱。这个是自私自利的爱。啊，爱上面加个欲望的欲，爱欲。啊，这个爱造的业，就是六道轮回。他这个爱造的是善，善就是利益众生的三善道的果报，自私自利的三恶道的果报。总而言之啊，借不出因果两个字的定律，古人有所谓，中国的历史，这一部二十五史讲的什么？因果。我们再回头来看，中国儒释道这三家讲的是什么？啊，用最简单的字把它概括。也是因果，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是因，证得三乘果报，这是果，啊，三乘是佛、菩萨、声闻，啊，放下执着。是声闻缘觉，放下分别是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是妄想，就成佛，不是吗？因果吗？因果两个字，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包括在其中。啊，什么人有智慧？身心。因果，他认识因果，这种人就是智慧。啊，他知道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，啊，他就能办事，不会办事情办错了。啊，因果教育是圣贤教育。啊，它跟科学不一样，科学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所以科学做错了很多事情。啊，连爱因斯坦做了一桩大错事情，就是发明原子弹，啊，把自己搞到无间地狱里头的核爆地狱，这他自作自受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智慧。如果有智慧，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诸葛亮有智慧，当年在世发明了木牛牛马。啊，这是科学技术。用机械的力量，不用人力，不用畜生的力量，它可以走路，可以运输啊！啊，书上记载，一天虽然不远，走三四十里路，但它可以运输啊。他死了，把这套技术全毁掉。啊，一般人不懂，他怎么这么自私自利？啊，有这个技术不传给别人，
他有智慧，这个东西要是一直发明下去，没有伦理道德，可能世界早就完了。他有智慧，他有良心，他有道德。啊，这些东西在真正有智慧道德的地方可以使用，没问题。如果被野心分子搞起来之后，用在战争，那麻烦可大了，那害人就多了，他不忍心呢。啊，所以读中国古书的人呢，他的思想言行他是负责任的，不但对现前人负责任，对千年万世负责任。啊，外国人没想到这些，只看眼前。啊，往后不看。啊，那么东方人的这个智慧，道佛真的达到登峰造极。啊，那么佛这门东西，现在学习的人不多，误会的人很多，因误会而产生了严重障碍。啊，但是好在典籍还保存了一些。啊，在三种语系，这三种语系要汇合。要会意翻译啊，翻译不是一个简单事情。什么人来主持翻译？中国的人啊。我对于翻译这个事情早年有怀疑，我问过方东梅先生，啊，方先生完全就事项上跟我讲，啊，中国的古人，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人不一样，现在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啊，古人自信心非常强。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之后，啊，觉得意思完全正确，没有错误。啊，文字，汉文的文字比梵文要华丽，啊，比梵文美，啊，真正达到了真善美。换一句话说，用汉文可以代替梵文，啊，梵文可以不必要了。这是什么样的气概？哪像现在中国人？啊，所以在古代中国是全球泱泱大国。心量大了，啊，真正感到自豪，啊，我把这个事情请教李老师，李老师从佛法里头告诉我，啊，他说中国这个族群自古啊是以伦理道德起家，祖宗积的功德非常厚啊，感得佛菩萨应化在中国翻译这些经典啊，已经的这些人
至少是三国以上，这叫小乘。三国是阿那含。仅次于阿罗汉，这些人来反省中国得天独厚，不是凡人呐！凡人哪能翻出来？梵文看文字的意思，只看表面，看不透。真正有修行的人，其如金藏，他悟进去了，他懂得真实意。我们是举一个例子，能进去思维，能体会到少分。六祖坛经里面记载发达禅师的故事。法达禅师诵《法华经》3000遍，《法华经》长，虽然只有7卷，长卷，它不是短卷。一天，我们的想的时候，读诵一遍。3000遍要10年的，10年夜闷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也差不多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心里没什么杂念了，专注在《法华经》上，没开悟。实际上，将悟未悟那个关头，他到曹溪去拜六祖，见面的时候拜了3拜，头埋着地，起来的时候，六祖就问他。你心里头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什么值得骄傲？他就说了，诵《法华》3000遍。10年一部经真的不容易啊。六祖问他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是什么？他答不出来。反过来问六祖，六祖说：“这个经，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他不会看经，我没有听说过，你念给我听听。”那他背得滚瓜烂熟了。法华经一共28品，法达禅师念到第2品，方便品，六祖就止住，行，不要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把法华经大意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再磕头。头落地了，这个记载给我们启示：圣教、圣贤教育，佛陀教育在圣贤教育摆在第一位。他重视什么？重视开悟
这是真的，这叫自度啊。所有一切形象是度他，度他是福德，自度是智慧。佛慧双修，我们皈依佛二祖尊，这个二就是智慧、福德。啊，用智慧度自己，用福德教别人。啊，示现种种苦行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做的示现。实际上不止49年，从他离开宫廷19岁算起，啊，还得加12年，啊，这种种示现是教化众生，给众生做好榜样，啊，像那个样子才会得定，才会开悟，身教啊，不是言教啊！啊，那么今天佛教这三大系，啊，巴利语系、汉文系、藏文系，啊，这三大语系。巴利文是最早的，啊，他们的历史2200-300年，啊，那么中文翻译的还不到2000年，快到了。啊，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，开始翻译，公元67年。啊，到2067年，2000年。啊，巴利文是从印度传过去的，比我们早。啊，那么西藏的佛教文成公主带过去的，唐朝初年，唐太宗的时候，啊，唐太宗的时代，将文成公主啊嫁给当时的藏王。他到西藏去，带了佛教的佛像、经书，啊，所以最初是这么传过去的。西藏人知道有佛，距离印度近，啊，所以当时印度这些密教、密臣、大师。到西藏比到中国来方便，啊，所以他比我们晚，啊，藏传的只有1000多年，佛教真正是好东西，像唐太宗所说的，没错，能救国家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我们希望年轻人如果真正认识了发大菩提心，我想这些人都是尘缘再来的，不是普通人，啊，那么我们相信这再来人不少到人间来，可是这个世界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，
把这些菩萨啊，让他经不起诱惑而退转的，我相信也不在少数啊。只有真正有定功能坚持不受污染，这人成功啊。佛教再要兴旺，我相信至少啊还有三代啊，前面这个两代还要受辛苦啊，所受的辛苦我相信不在我们之下，要能够忍受熬得过去啊，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者重担担在肩膀上啊，真正是禅宗大德所说的百花丛里过，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在这个花花世界啊，所有一切诱惑你能经得起，你在这个里面丝毫不受感染啊。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不能一天不读经，不能一天不讲经。讲经是给大家分享，给谁听的？给自己听的。如果离开经典，离开讲习，不受染污，太难太难了。我们的心才动，展开经卷就收回来了啊。听佛的劝告，听佛的教诲，对佛感恩啊。这个经虽然是一部经，你去念啊，读书千遍，遍遍味道不一样，有法味有法喜，也就是说遍遍都有悟处，然后发现经典不可思议。这一句话这几个字我念了几千遍了，哎，都有悟处，都有新的意思出来，欢喜啊啊，然后才真正体会到，承认了，字字句句含无量意。一微尘里面都能容纳虚空法界，何况一个字，它不能容纳吗？这一个字比一粒微尘大多了。啊，肯定它也包含整个虚空法界，只是我们的功夫不到位啊。功夫到位，一个字一切全通，慧能大师是一个好榜样，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你不相信，你细细看他啊，没有人问他的时候，般若无知，一无所知，心里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只问他提问题，无论世间出世间，你这一提问，他都知道，他就讲问题啊，而且讲出来的其机其理，这个了不起啊。他讲的不深不浅，在你这个境界你完全能明了，你再往上提升，那个意思就更深一层。
字字句句无量意也。所以翻经可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不是真正开悟的人翻的，是文字表面的意思。啊，都是翻经人自己能够体会到的意思。他是阿罗汉翻，那是阿罗汉的境界；他是菩萨翻，是菩萨境界；他是佛来翻，是佛的境界，不一样。啊！可是我们了解这些，这些通通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放在心上障碍，不障碍别人，障碍自己。啊！如是，我们对于圣教佩服到五体投地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反复翻来的，没有开悟，真是反复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有。啊，我们通达两国的文字，把它翻译出来，行不行？行。如果是佛看到了，是佛经；菩萨看到了，是佛经。啊，他能通。他们有一样不同啊，可是凡夫看到就不同啊，凡夫没有办法，像开经偈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凡夫只有个愿，能不能解？不能。那我们要问怎么办？用真心问题解决啊，佛经的文字是从真心流露的，只要用真心就能切入，用妄心读佛经也不懂。佛菩萨来翻译的，你是妄心跟他不相应，如果是真心相应啊，真心凡夫所译的翻译，哪个地方有缺失了，你都知道，你可以把它订正。啊，你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但是翻经有个真诚心、恭敬心，不能没有。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他翻出来的是知识。啊，有真诚恭敬，凡夫也能沾到一点边。为什么？佛加持你。啊，连画画，佛菩萨都加持，何况你真诚恭敬心翻经？啊，必定得到加持。加持以后，你自己未必知道啊，所以我们对待经典，无论什么人翻的，都要用恭敬、真诚、恭敬心来看待，自然的理由。要真的理由，把这种真诚、公正、恭敬对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，世间法也说，啊，礼记是世间法了。头一句，去离月无不敬。这个话简直像佛说的。啊，大道就从这里入门。入不进去，是你的沉静不够。啊，印光大师一生教人，
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。啊，学生高过老师，什么原因？学生的诚信心比老师的诚信心超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中国古人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啊，都讲这种事情，怎么能不用真心？怎么可以不恭敬？啊，别人对我们恭敬不恭敬不是我们事情，别人对佛菩萨恭敬不恭敬也不是我的事情，问我怎样对人，怎样对佛菩萨，怎样对天地万物。啊，不要去管别人，我们在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如是，大彻大悟之后也如是，没悟之前是迷，彻悟之后是觉了，觉悟了，迷悟不二了。啊，都不放在心上，所以平等心出现了。啊，有平等决定有清净，有清净心未必有平等心，平等心决定有清净心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，照世间人来说，是华丽庄严到极处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它是性德变现的，性德是究竟圆满，没有欠缺。啊，那个庄严华丽不是人造的，不是欲望变现出来的，是性德自然出现的，性德之美。啊，性德之善是没有东西能跟它相比的，性德自然流露啊！啊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这是随意的。啊，想在虚空，他就住在虚空。啊，好比这个世间，确实，世间有人喜欢住在山顶高山，有人学着喜欢深谷。山谷下面，啊，爱好不一样啊，各有各的乐趣，都有它的道理。啊，说明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受用，无不如愿，他就说这句话。啊，真的如愿以偿。啊，世间历史上多少高人，有人住华丽的宫殿，雕梁画栋；有人住茅草棚。啊，还有人喜欢住子，建一个小房子，完全用住子造的。
啊，没有用其他材料，别有风味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做种种实现的目的在哪里？戒淫一切世间一切众生啊，不管你们喜欢什么，极乐世界应有尽有。啊，希望大家早一天到极乐世界，还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我们在这样能看得出来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所以，这个经文里面讲无，啊，这个无字。是指不执着的意思啊，不着假实之相，不但不着假实之相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他们都没有执着，也没有分别，他的心多清净啊！啊，极乐会众所闻皆是无我之身，闻就相应了，其心清净，无住分别，既无有我，何有我之假实？这个话讲得好啊！我尚且不知足，我所就不存在了。先有我，然后才有我所有的。啊，我的衣服，我的住处，啊，出门有我的车马。啊，我的田园，这都身外之物啊，有我才有这个概念呢。如果人极乐世界人，个个都是无我，这是真的。小乘粗果须陀洹，身看破了，身见没有了，啊。不再以为这个身是我，身外之物，当然放下，入佛门呐、啊。还有我身，还有我身这一些附属这些东西，在门外，没入佛门。啊，入佛门。不是叫你把这个东西都卸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叫你不执着。啊，事上有，心上没有，这就对了。事呢是不妨碍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妨碍是什么？妨碍是你的念头，你念头里的执着，这个东西正妨碍。这是多高的境界！啊，早年我跟张家大师，大师告诉我密乘，把佛法比喻作个学校，
密城是波斯班啊，佛法里面最高峰啊，它里面完全是世事无碍，一尘不染啊，它不是利益切相啊，它是即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立即同时。如果你不入这个境界，你要想学它，无间地狱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密城没有第二个路，一个是成佛，一个是地狱，没有当中。啊，也就是告诉我，我不能学。啊，但是不学密乘，不能成佛。什么时候学呢？真正有资格学的，是法身菩萨。别教初地以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换一句话说，脱离十法界之后，你升到诸佛十报庄严土，那个时候学啊，你有资格学这个法啊。老师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啊，我才了解，我们对于修密的，只有尊敬、赞叹，啊，不敢学习。为什么？自己想想，达不到啊。人家心多清净。啊，我没见过别人，我见张家大师。啊，他的清净心，我们从他生活上能看到。啊，他穿的衣服，那照片上就是他的礼服，平常穿的衣服。夏天炎热，他也是这样穿。啊，道元老和尚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，啊，台湾第一次印大藏经，环岛宣传，啊，希望大家来捐助这个基金，成就这段好事。啊，当时领头的就张家大师。带到这几位大法师环岛旅行，宣传大藏经。夏天呢，啊，道元老和尚穿得很薄，还拉个扇子不停地扇，看到张家大师如如不动，穿得那么厚，大师，你不怕热吗？张家藏回他一句话，心静自然凉。他说我听到之后非常惭愧。啊，年岁他比我大。啊，穿那么厚的衣服。啊，坐在那里如如不动。啊，这年轻人挥扇子。心静自然凉。那换句话是，你的心不清净。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的人。我们相信
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那些原理原则呢，佛都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。那么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经上告诉我们，讲的最多的是什么？无常、无我、苦空。啊，苦空、无常、无我讲的最多。啊，一切法确实就这四个现象。一切法是苦、是空、是无常、是无我。啊，天天听，对于一切法非常确实 无比的庄严华丽，没放在心上。啊，决定没有在境界上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被染污，不起心。在地狱多众生看到地狱恶鬼的苦相，也不着相，也没放在心上，总是用智慧清凉自在去感化众生。啊，于是我们真正彻底觉悟了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这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每个人变现的境界重叠在一起，重叠在一起叫共业。虽重叠，还是各个不相同，叫别业。啊，别业跟共业重叠，啊，好像是一桩事情，其实不一样。啊，这个重叠是没有止境。啊，如果我们在一个讲堂，这个讲堂一千人，那就是一千个重叠；讲堂是一万人，一万个重叠。啊，跟做梦一样，梦中境界，重叠在一起看不出来啊，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啊，啊，谁觉察到呢？八地以上。就看到了啊！等到我们修到八地以上，那个时候真正叩头感谢佛陀啊！自始至终给我们讲的东西，真如一为也啊！随着我们境界提升，逐渐逐渐真实啊，所以所闻皆是无我之身，闻就相应啊。那我们今天学佛呢，闻不相应，人家是闻即相应，我们闻不相应。我们听说了，跟我们所作所为两桩事情，不能合一。我们差就差在这里，知道差在这里，我们就把它改过来，改过来就相应了。
听到苦的真苦，我们就觉悟了。啊，乐，乐也是苦，乐叫坏苦。念念不忘叫行苦。于是我们才把它放下了。啊，放下苦就没有了。这个苦是障碍，障碍我们得定，障碍我们开慧。如果障碍我们的戒律，那就连福都没有了，福报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能不放下吗？啊，放下之后，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，生活。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清净心，事情办得非常圆满，心里头一尘不染。啊，我们念佛人全归阿弥陀佛，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也没有。啊，善事做，尽量去做，全心全力做，做完之后就没了，心上干干净净，啊，不要再去想他，也不要去说他，没事，做而无作，无作而做，啊，不善的改过，改过了之后也是无事。保持清净心，啊，念佛人保持阿弥陀佛这一念，只有这一念，不放弃，决定生净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其他的都不是我的。啊，我等着这个。龙溪大学建好了之后，啊，我这一生没别的东西，还有不少书，这些书通通送给学校图书馆去收藏，啊。给这些学校的老师同学们做参考资料，啊，以前常常想这些东西将来怎么办，现在有地方放了，全给学校，啊，那时候就自在了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等待阿弥陀佛接我往生。啊，十方同修对我的供养，我通通替你们做这桩好事，啊，成就这个国际佛教大学。啊，相应这个重要，相应就是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做到。啊，心里真正放下，随其心清净，无住分别，既无有我，何有我之家事？家事是我所有，我放下了，我所有的当然放下了。
还有我所有的，我没放下，故于所居舍者无有之主，故曰：佛无著者家舍也。佛因人皆无故，故一切皆无需要标志名号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有标志名号，你是哪个城市哪一区哪一条街道门牌多少号，那是你的家都要标示出来要不然找不到啊。那么住在公寓，公寓是第几层那门牌也有号码全都有标示名号因为有我人到无我了，标志名号都没有。于是我们怀疑了，那到极乐世界没有，我找个人怎么办了？到哪去找啊？我们这里晓得哪个城市能找得到极乐世界怎么办？极乐世界才妙了。你想去看个朋友，你的身呢就到朋友家里了，就到了。我想请哪一个人，我的念头在动，他就知道了。我这里有感，他立刻就有应，他立刻就到我这来了，神通自在。有这种能力，所以什么都不需要了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在一起聚会，大家谈什么呢？我们能想到他只有一桩事情，非常单纯，分享经教，分享修学的功德，还有分享教化众生的经验。每个人都有他有缘众生，他就帮助他了，去分享这些了。对于自己的智慧德能统统有提升。不是世间的娱乐这个他们不要啊。世间这些娱乐全是染污，全是分别之处，他们不要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重要了，心平等，业无取舍分别。怎样心平等？心里面取舍分别执着这个念头放下，就真平等了。一切境缘不取不舍，做到什么呢？恒顺众生，
随喜功德啊，通通成就你的功德啊，境界现前，不取不舍，取是分别，舍也是分别啊，随缘呐，多么自在，多么活泼啊，没动念头，没有动念头，念头是妄心，没有动念头就是真心，真心理念啊，真心没有念头，有念都是妄心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次，这是第二小口，名无分别之心念，上面一段我们学过的是行识境界无分别啊，对境界是而此妙境啊，这种微妙的境界，正由于离取舍分别之智性，心境在途径。啊，清净从哪里来的？它的根还是心？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地告诉我们，境随心转，我们真正能做到境随心转，你是多么自在。所以在底下一段落平等啊，自在快乐啊！那么我们今天摆在面前最艰难最苦的一桩事情，就是放不下这个念头，放不下啊，念头是什么呢？我爱，我憎，我怨，我恨，都这些玩意儿，全是烦恼习气啊！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你随便找一段事情，你说我爱，你就追求那个爱从哪来的？你找他的根源，到最后一场空，找不到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法是真的，只有自性是真的。自性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自然现象，空无所有。啊，自性所变的万法，万法是假象，自性是真的无相。啊，所以佛才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能把万缘统统放下，啊，实在没有法子放下，走阿弥陀佛的路子，把阿弥陀佛摆在心上，到极乐世界再放下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有不少人到极乐世界还不肯放下，还继续念阿弥陀佛，那干什么？那是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。
啊，念跟不念呢是一不是二，妙尽了，妙极了。啊，这里面表发了表两个意思，一个报恩，我能够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是以弥陀名号，我要报佛恩，我不忘记，这一个意思。啊，第二个意思呢，就刚才说的。无念啊，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这个意思就深了。啊，我自己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，我也用这个方法度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。关键是在这一句，心要平等。啊，就在现在开始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特别是对人，用平等心对人。啊，不要有分别。这个人我喜欢。我对他什么都好，那个人我讨厌，看他干什么我都看不中眼，这个是错了。啊，这个是造轮回业，这个果报是冤冤相报，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我们要化解这个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要用平等心。啊，怎么平等呢？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，就白平等了。这是最好的方法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哪里？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。我对阿弥陀佛恭敬。我对一切众生恭敬，我对阿弥陀佛供养，我对一切众生供养。啊，供养里面，发供养第一。发供养是什么？第一的第一。我看一切众生是阿弥陀佛之第一供养。无上的供养，这个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啊！啊，真正这样修行，你这个心多快乐！多清凉啊，多自在啊！啊，我们成佛之道越来越近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心里想的全是佛。你怎么不成佛？啊，你心里想的不是佛，都是是非人我。都是妄想分别之处啊，那么这个思想是六道轮回思想，因为你天天在想，有意无意已经成了习惯了，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原因在此地，啊，无分别在佛法，无论大乘小乘。宗门教下，贤教、密教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。
啊，那么佛教的衰，衰相是什么？分别就衰了。佛陀在世，大家在这一个老师教导之下，没有分别。真正是六合敬的一团和气啊，佛教兴旺到极处啊！佛陀灭了之后，这个我们晓得啊。佛灭之后，第一个一千年，正法啊，正法怎么样呢？佛的这些弟子们所学的法门不一样啊，个人自立门户，宗派形成。啊，虽然形成是正法，啊，大家都不忘老师之恩，老师是一个，还不离谱，啊，像一个大家庭，父母生了十几个儿子。十几个儿子没长成的时候，都在这一家啊，兄弟姐妹真的互相爱护，互助合作啊，这个家庭一团和气。等待小孩长大了，结婚了啊，个个自己有家庭了，这一种。小时候这种亲情没有了啊！但是节日逢年过节啊，还会聚集在一起，一年有个几次啊。如果到他孙子那一代了。跟家族这个亲戚越来越薄了，到孙子就衰了啊！再到几代，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。一个家庭如是，一个社团也如是。啊，细细去观察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社会，距离这个温馨的家庭太远了，没有了，个个都独立了。啊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个人有个人的说法，个人有个人的做法，互相不能包容，这造成什么？造成混乱。啊，混乱的局面如何能够再恢复到安定和谐？没有别的，找源头。找根本啊，根本找到了，问题就能解决啊。根本是什么？孝亲尊师，像一棵大树啊。孝亲是这个树的根，
尊师是这个书的本，其他的都是干、枝、条。啊，树叶花骨都是从这根本生的。找到根本，哦，是一家人，才知道是一家人。不知道根本的时候，他以为他独立的。啊，这一片树叶独立了，这个花瓣独立了。啊，不知道整个一棵树是自己的一家。啊，根本找到了，问题才能解决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社会，大家都希望社会能够恢复安定和谐，找不到办法。啊，我们要细心观察，事实真相找出来。讲清楚，讲明白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。啊，帮助社会化解所有冲突，所有冲突都是没有必要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我们对事实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，它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不必执着自己的意见，执着自己，每个人都执着自己意见，问题永远不能解决。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执着放下，问题立刻解决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啊，为什么不放下？何必要斤斤计较呢？啊，佛说的最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既然是虚妄，就不必争执了。啊，人真正要觉悟到什么是最好的生活。啊，方老师当年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什么是最高的享受？放下就是最高的享受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整个佛法是什么？我那时候问的是这个问题，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分别执着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会有分别执着，你放不下。真正了解就放下，你这一放下，天下太平。啊，为什么？烦恼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，智慧现前。啊，你就有判断是非邪正的能力。啊，什么是我应该做的，什么是我不应该做的，你就有标准。这个标准是心得，啊，与心得相应，
与信德不相应，他怎么会不得大自在呢？啊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随缘，多么自在啊！这是讲心，事也如是。啊，没有一样东西之处。啊，再好的东西，都喜欢供养别人。为什么呢？自他不二。尤其是学佛的人。啊，学佛的人最亲近的。是你这个小房子一尘不染，啊，这个里头没有东西，空空洞洞，啊，就像极乐世界一样，啊，要的他就来了，不要的就去了，这是极乐世界，啊，我们这个地方要的一点点。就够了。啊，饮食要节俭，有福报，也过清寒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多余的帮助别人。啊，帮助哪些人？由近而远，帮助我的邻居，帮助我这个乡党。啊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这个小村，这个小镇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啊，头一个认识，小镇是哪家人我都认识。啊，见面没有不打招呼的。啊，我们有一点好东西分享。啊，家家都分，把这个风气带来，带起来，啊，这和谐小镇啊，啊，三五年之后就变成和谐城市，为什么？它影响越来越大，它多美好啊！啊，要包容。不同的宗教要包容，不同的族群要包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啊，我在外面旅行，人家问我法师，你是哪里人？我说我们是同乡，地球人。啊，我们住在地球上啊，地球人，一家人呢。啊，一家人要相亲相爱，要和睦相处。啊，不同的意见放下就没有了。啊，不是放下过不去，放下一样过日子嘛，何必要争呢？啊，你争我让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不跟你争。啊，你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你不要，咱们就没有冲突了。啊，没有冲突才能和睦相处。啊，这冲突是利害冲突，利害要放下，名利要放下。啊，所以世间人争什么？财色名利，我把这个统统放下。我跟人没有任何冲突。这就是人间最高的享受啊！人生最高享受，我享受了60多年，对老师无比的感恩啊！要不是老师教诲，那我们的生活
苦不堪言的，一生痛苦，哪有这么自在，这么快乐？啊，张家大师感叹恩的，见面头一天教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我们没有别的长处，听话。啊，老师不会骗我，没有理由骗我，他给我讲的绝对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的年龄差距39岁，张家大师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人呢，那我们孙子辈啊，他怎么会骗我？依教奉行啊，得的利益多多啊，知道在这个世界跟一切人相处，掌握原则啊，以真诚恭敬对待一切人事物啊，快乐无比啊，别人对我随他怎么想法，那不是我，那是他。与我不相干，我应该怎样对人，这个重要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